168，体重61公斤，职业战绩4胜3负。2015年昆仑决龙斗之夜南京站的冠军，2014年中国武术功夫争霸赛的胜者，第11届四川省运动会摔跤的冠军，绰号飞隼的中国选手李姆哈。Introducing,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68 centimeters tall, official weight 61 kilograms. His record 4 victories, 3 defeats, Li Mu Ha! 红方身高1米72，体重61公斤，职业战绩2胜1负。最具名气的中华台北综合格斗选手，中华台北散打锦标赛的冠军，巴西柔术公开赛武道服组的冠军，中华台北武道联盟综合格斗大赛的冠军何浩洋。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2 centimeters tall and weighing in at 61 kilograms, his record 2 victories, 1 defeat, 何浩洋。本场比赛的裁判岛田裕二先生。The referee in charge of the action, Yuji Shimada. No gloves, love. Okay? Action, action, okay? Anytime, obey my command, okay? That's love. Come on.You ready? You ready? Ready? Go! 好了，这是一场61公斤级的比赛，也就是说雏量级，有来自中国彝族的大凉山蛟王李姆哈对战来自中国台北的格斗林书豪何浩洋。嗯，这林书豪啊，号称是中国台北的格斗林书阳。对啊，林书豪啊，这个颜值较高。对啊，这是一场陆客 VS 台客大战啊。这个对于双方来讲，海峡两岸啊一起好抛腿了，抛腿摔，紧跟着。但是李姆哈应该是知道对方擅长柔术，也就不是太想跟他打地面战。对，他不进入地面。对啊，看他现在李姆哈在地面上在等待着。就兔子登鹰了，何浩洋不停地用那种上踢。裁判长，刚才那个招数名字，让李姆哈站起来啊。对，李姆哈让何浩洋站起来，因为他知道虽然自己把对方给带倒到地面，但是呢自己很难打开局面。对，哦，回旋，刚才一个回旋转身扫腿啊，动作还是非常的漂亮。对，是，只不过那个点没有控制好，是直接有点落空的感觉。速率够快，但击打的部位不理想。对的，对的。李姆哈出拳，中扫挡开了。这个飞隼林木豪啊，23岁，而这个格斗林书豪，何浩洋呢是27岁。是。而且何浩洋现在还是台湾一个体育研究院的研究生啊。现在何浩洋呢在四周啊这个游走。对，而且何浩洋的那种假动作比较多。嗯，应该是他在那个站立上面跟对方保持的距离比较远，哎，有一个超人拳的假动作，但是那个直接就躲开了。是，他现在还是想千方百计。哎，高扫，高扫踢到对手门面了，好像对，正中面门，哎，非常的漂亮。但现在对于李姆哈是血槽比较长那种选手，就是虽然你那个高扫中了我面门，但是我还剩那个大半管，就是实际上抗击打能力强，对，特别淡定，对对对对。这个何浩洋呢也是千方百计啊要和对手拖入到地面战，所以可以从现在情况来看，他的腿功还是相当了得。
而且看得出来何浩洋防对方的高手的意识很强的，他的左手一直在不停向上挡着自己，你看又挡了一下，再挡了一下耳朵，他一直在防着，又挡了一下。对，因为对手这个抱腿啊，抱单腿哦，好，现在摔地面，到地面了。好，何浩洋很动作也很快啊，现在要做十字架了吗？哦，蹬，对，继续蹬，连起猛踹。但林母花就是拼命的地面砸拳，然后何浩洋就是不停的上蹬的同时找机会，能不能做一些降服技或者做一些扫击。现在是封闭式防守，对，哦，现在他防的还算不错，而且两个人我们看到他左手啊臂膀紧紧的缠住对方，对，让对方那条手抽出来，抽出来就不能地面有效的击打，只能是一侧，只能用左手来攻。对的，对的。好，哦，现在起了以后从上砸拳，把对方蹬开了，同时还蹬了对方头部一下，哦，又是一下，又是一下。不过这一下没有刚才那下重。嗯。李浩洋护住头部。对，而且何浩洋他这样用手，把自己头这样抱着是方便脖子省力，而且能够看清楚对方动作。右下角是那个刚才是林姆哈的这个教练团队，嗯，刚才是两个人互相之间都没有什么互相的很好招法，所以裁判上回到站立的姿势。对，裁判觉得在那段时间双方没有太多有效的攻击方法，对，就暂停，双方站起来重新比赛。现在林某还把对方逼到了那个角落，何浩洋侧向移动出来，回旋踢。这个回旋这个动作很简单啊，大家一想那个就马赛回旋，对，足球场也有啊，齐达内啊，超人拳，哎，但是感觉那个何浩洋把自己的站立磨得还很好，就是他那种正面的对攻，一般般，但是找对方那种弱点去打防守反击，嗯，落点非常精准。对，就两个人同时出招的时候，他这种防反的能力啊，抓对手这种打了以后的这个短处空当的能力，对，我觉得这个台北选手还真是不错，对，抓得很好。何浩洋很灵活，是的，虽然个子大，腿也长，但他的这个重心移动还是非常的快。哦，好像插眼了，应该是插眼了，向裁判投出插眼，就是用手指插到对方的眼部，这是在这个综合格斗比赛里边，这规则上是严格禁止的。对的，对的，因为那个之所以那个综合格斗用那种分子拳套，是第一是方便抱摔，第二是在地面摔倒之后方便做那种关节技，因为你如果用拳击那种拳指手套的话，是很难抓着对方的。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容易插眼，但是插眼是犯规的行为，你第一次插眼如果是那种无意识的插眼，裁判不会警告你，但是有意识的插眼，裁判就会警告你，你再插一次的话就会黄牌警告，黄牌警告会扣出他50%的那个出场费。哦，刚才是有个扫裆还有插眼的动作，对，是两个犯规的动作加在一块儿的，这个食指啊是直接插到对方的这个右眼。对对对，而且一般到插眼的情况下，就是被插眼的选手最长有5分钟的休息时间。哦，这个正好利用这个时间，何峰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插眼是一项，啊，对对对，同时还有什么禁止踢这个裆部，对，击裆，还有禁止击打后脑和脊椎，脊椎，对，还有不能用鱼钩一样用手指头去勾对方的五官七窍，比如勾嘴，勾鼻孔，勾那个眼眶，都是那个禁招。嗯嗯，这些都是，还有比如说不能像 WWE 摔跤一样把对方进行打桩，嗯，就把对方抱着对方腰，然后把对方头向下砸这种打桩，这都是那个严厉犯规的行为，对，就像那个格斗游戏街霸里面的。嗯，这个我们也可以结合镜头再看一下刚才啊这个插眼的情况啊，再来看看，这个有个低扫，同时他为了防对方近身抱出来插眼，这一下二龙戏珠了，他的食指，对，食指和中指二龙戏珠了，嗯，这二龙戏珠很形象，实际上食指和中指，然后戏这珠就是眼珠，对，啊，双珠，嗯，对，那么对于这个比赛当中，应该是这些规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为了确保这些选手的基本的安全，对啊，好。现在经过休息之后，我们看到呢，应该是问题不太大。比赛呢，现在继续，观众掌声响起。现在双方比赛继续。我怎么觉得现在打在我们头上的那个灯光比台上的灯光还亮？好，焦点应该在拳台上。重启比赛了。嗯。这个李姆花刚才呢，这次动作应该是，虽然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只是一次
口头的给予劝告，甚至有可能刚才裁判由于速度太快，应该没扣，应该没看到，哎，我看没有太快了，裁判被扣，裁判没有发出扣分的口令，对，啊，而且那个时候虽然有慢镜头重放，但那个时候已经过了那个点了，裁判就可能是只是觉得他是无心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怕那个何浩阳近身抱摔他，他可能就有一个那个下意识的手张开的动作，哦，近身抱，林木哈抱摔，摔倒了，紧跟着将对方摔倒，对方何浩阳起身了要反摔。哇，何浩阳也想抛出对方，但是两个人动作都很快，要进入到站立摔。那何浩阳孤顶膝撞，发觉没中，马上就松开对方，然后继续打站立。这何浩阳的反应还真是挺快。是的，李姆哈现在把对方逼到了角落，说何浩阳是以不变应万变。哎，包括他防御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对，哎，他挑衅他挑衅对手，你来啊，你来啊！僵持时间太长了，裁判。让李姆哈呢到中立角，应该是好，他刚才哦，眼睛下面，哦，眼眶下面有个伤口，让那个场外的医生看，医务监督看一看，对对对，医务监督示意没问题，嗯，示意可以继续比赛，对，这也是比赛当中一项啊，就是要有医务监督在现场，对运动员的比赛的情况随时的进行监督，来确保选手的身体基本的安全，是是的。来看出来李姆哈那个前手后手的虚晃，哦，转身边拳，哇！但何浩阳是不怕，哦，站起来。哇，这个李姆哈的动作还是非常快，疾风暴雨般进攻。现在给抓紧，啊！现在何浩阳呢，哦，也给人感觉他的拳头应该说也不软。对对对，嗯，李姆哈强力抱摔。哦，但何浩阳在下位玩那种半防守，用双腿用膝部连续的进攻，扫技。要做深度半防守的扫技了。现在李姆阳在下边，我看呀没什么太好的招法。何浩阳防守防不上，现在何浩阳是无从下手。现在何浩阳是做那种深度半防守扫技，但是他现在被对方连续砸走，砸了好几下，他吃了很大的亏，而且现在他锁不住对方。是，哎，要起身了，何浩阳可以起身了。啊，李姆哈一直占据主动，好，拿后背。现在从。所以拿后背就转到后背方向，对，争取锁住对方，对，当然在后背可以用类似裸脚一样的动作，绞对方的颈动脉，这样可以降服对方。哦，现在他侧面的拳头在进攻，在击啊，现在何浩阳在下方，李姆哈连续的进攻，连续地面砸拳，地面的砸拳，要足球踢了，地面膝，刚才是膝部的进攻，对，很直接正中对手的脑顶了。天庭盖第四期，哦，紧跟腿功，后手拳又击中对方，在这个局部战场上，应该说李姆哈打的还是非常的漂亮。对，非常。不过对手看到，大家注意看，对手右手现在锁住了李姆哈的脖子。对，有个断头台的动作，但是他单手做断头台，哎，难度很大，难度很大，双手会成功率高一点。对。现在时间上一直没有显示啊，到底都走多少时间？应该还第一回合打了多长时间？现在我们非常的关心。哦，刚才李姆哈打的，把自己护齿都打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被他的对手何浩阳打出来的。所以裁判及时就把护齿给他塞回去，因为没有护齿的话容易打掉牙。这个比赛当中要带着护齿，确保安全啊。何老师刚才说那个断头台，断头台的动作是用手臂前胳膊。锁住对方的颈动脉，颈部，哎，这个动作是防对方抱腿摔的。如果对方抱腿摔你的话，你就可以用断头台来锁他的颈动脉。还有刚才您说那个足球膝，足球踢，足球踢，就像足球队员射门那种动作一样，踢对方头，踢对方头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的头和地面的位置比较近，也就是他头相当于球一样，比较低，对，就像踢足球一样踢对方头。刚才何浩阳连续的利用这个腿功啊，连续踢。而且本场比赛的裁判岛田裕二是综合格斗界可以说是最著名的裁判，接近于足球那个光头裁判克里纳一样的。他也是，如果是老骨灰级的老拳迷，绝对对他是非常熟悉的啊。现在何浩阳也是非常沉着冷静啊，就你低扫我就硬吃住，然后跟你拼一些拼拳，我不跟你拼腿，因为刚才那个何浩阳有一个中扫，就是那个中扫太突兀了，被对方压进来打了一阵组合拳，然后非常被动，所以他要一旦这个轻易的出腿的话，也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而且拳法上来看，现在我看应该是
这个里哈姆，里姆哈的出拳数和有效击中数都是要高于对方的。对，而且传统有个说法叫好腿不过膝嘛，就如果你没有好的拳法做掩护的话，你就尽量不要做那种中扫或者高扫这样的腿法。哦，现在是区间休息。那个岛田玉儿让双方回到各自的角落。这个比赛我看双方真是各有所长，而且可以说开赛以来到现在最旗鼓相当的一场。对，嗯，作为这个两个人体能上消耗也是。对，因为普通的国际的综合格斗比赛都是五分钟一局，而那个英雄榜是那个十分钟一局。好了，第一回合那个何浩洋出拳53次，击中11次，李姆哈出拳67次，击中14次，而且李姆哈有3次抱摔，成功的抱摔。从那个数据来看，应该说李姆哈呢在实力上还是稍占一些优势的。啊，地面吸，正中天灵盖，哎，哇，高潮。哦，还好是踢中腋下了，不然踢中头就很麻烦。头部呢是，而且是非常重的打击了。而且尼姆哈这下转身拳还好是那个前臂击中，如果是拳头击中的话就更重一点，因为那个运动的轨迹就更足一点。这是尼姆哈抱摔。对啊，好，紧跟着利用这种拳击技法，实际上在拳击比赛里边是严格禁止的。刚刚他就是转身以后反打。对，拳击是只让拳风部位来击打。对，你用那个手背和那个拳头的另外两个面都是犯规的。对，这是李姆哈在自己的右臂啊被内仇锁住情况下呢，抽出自己的左手连续攻，然后现在呢，哦，李姆哈这时候去牙托被打飞了。李姆哈太兴奋了，护齿自己打的呀，护齿都飞了。对。当然也有可能是他那个连续出拳的时候那个对那个呼吸太剧烈了，他就必须得张大自己的嘴，然后嘴一张大的话有可能呼吸动作比较频繁剧烈，就刚好把那个牙套给滑出来了。啊，这个何浩洋呢在今天的比赛里边给我们感觉到，就是在第一局当中啊几次在倒在地面的时候想是采取这个兔子蹬鹰的方法，但是呢 对手不吃招。对啊，李姆哈我不上前，这种情况下就让这个何浩洋感到很郁闷。就李姆哈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哎，对吧？对你要兔子蹬鹰，我不见兔子不撒鹰。对，好，现在双方稍事休息，只有短短的120秒钟。对，两人马上开始的是第二局的比赛。好，第二局也就是双方的决胜局，第二局。这个比赛第二局是5分钟。是的。那今天比赛里边，从前面的几场来看，前四场还都很少进入第二局的。对的，对的，对的，只有一局打满了十分钟。对，然后第二回合那个奥利格的团队就拍白毛巾，啊，扔那个扔毛巾了，告负认输。好，来看看。好了，现在李姆哈还是把对方逼到角落中扫。哦，李姆哈刚才中扫之前右手有一个假动作，好像要做一个摆拳。对，突然中扫，这个技术还是非常的全面。对，因为他那个出拳的假动作可以吸引对方的手举得高一点，这样中扫就不会被对方的肘挡住。哎，嗯，也就是他先假动作开路然后再中扫。啊，何浩洋也有一些假动作啊，在试探对方。其实何浩洋也不是吃素的。啊，是的。所以像这个，哎，何浩洋还真是吃素的啊。这个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对，他是素食者，不吃荤，素食主义。但他有这么有力量啊？对，哦，因为一般素食者来说，他的耐力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他是应该是把自己的这种膳食营养结构搭配控制得非常好。哦，因为在那个，说这个不是吃素的，是指的他在赛场上，对，出招不素。因为那个在那个赛前曾经采访过何浩洋，在我就哎，我说你怎么不吃肉，他说他是素食者。哦，现在何浩洋呢在拳台的周边仍然采取的是这种啊围绕的打法啊，游走的打法。对，超人拳出界。刚才李某还由于臂展的原球，他就原地起跳，空中飞身出了一个超人拳。这个拳头说句实话其实用不好挺危险的，但是对于那种对用不好的话破绽很大，对，容易被对方割借种接各种的那种还击迎击，空中直接打。 对，但是对于那种身高特别是臂展那个不是太占优的选手来说，超人拳是那个撕开对方防守进攻的一个好招式。李姆哈呢在认真的观察啊，
好，由于双方那个比较消极，给何浩洋一次口头警告了，就你不能那个消极的那个后退，哎，游走。你再这样的话，我就要掏黄牌，你就要扣15%的出场费。就等于在比赛中，他一直就是后退也是消极。你后退没关系，你后退当中你出招，对，不能属于防守反击，停在那。哎，对，你跟咱们以前故事片《南征北战》大沙河一样，迅速后退，然后我呢打漂亮阻击战也可以。对对 对。但你不能一直退，你逃跑主义这也是不允许的。是的，是的，就是你后退的过程中必须得有战术的动作，身体上的，肢体上。好，高潮，可惜没怎么中，擦了一下。李姆哈还不停地换架，对对，这个选手还这样可以迷惑对手，技术比较全面啊。因为对方一旦适应了你的正架，你突然换成反架的话，对方就有可能无所适从。哦、好，要爆摔了，他可能要过桥摔，但是那个何浩洋来抓围绳又起来了，被打手了，抓围绳要被旁边抓围绳是不允许的，对，不被允许的。哦，又抓一次，抓了一下，因为他要防爆摔，过桥摔、哦，直接过桥摔，这一下摔得摔得很重。何浩洋在第二局比赛里应该说已经是处于明显下风了。李姆哈刚才消耗很大，我希望了地面吸啊，现在是站立的七状。刚才是西部的进攻还是很，这一招正好对方正起身的时候，刚好撞了正着，对，刚好接上。对，李姆哈呀，给我感觉到这个选手虽然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对彝族交往，彝族交往真的是爆发力十足啊，像一个这个电子程序控制好的机器人一样。是的，像何老师说的，在游戏里血条，对，血条特别长，血条很足，很足。哎，低扫，但是林某方马上有迎击，后手直拳的迎击，看来双方谁也难以在这个有效时间里面直接吃掉对手，要凭点数了。中扫被挡住了，低扫，你们还低扫就抱双腿摔，抱腿啊，举离地了，好，这次很漂亮，又一次成功的将对方摔倒，对方，哦，对方在倒在地上，在地面也非常主动啊，不停的找办法上蹬对方的面门，这个李哈姆在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招，来。看何浩洋啊，在下方在防守，这个时间就被这样耗掉，两个人啊要过腿了、哎、最后一刻刚才准备来一个车轮板，对，结果这个他那个比赛结束的锣声响了，对，他那个动作相当于是直接绕过对方腿部的那个上蹬等防守还击动作，然后到对方侧面，这样方便进攻。因为一旦到了对方侧面，对方的腿就不能在下位对他造成威胁。好了，那么第二回合，何浩洋出拳，击打次数27次，有效命中4次，而李某哈反而有出招次数是低于对方，有击打总数25次，有效击打命中4次。而且林某还有2次成功的爆摔啊，何浩洋是没有爆摔。从这个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呢，应该说李某哈的技术还是发挥的不错，而林浩洋呢，何浩洋后手的何浩洋前手命中防守反击啊，应该说他局部战场打得不错、啊、这个爆摔2次面对对手的爆摔啊，这何浩洋对没有任何招法，而且让对手这样的招法连续用了2次，这是进入到地面。第二下，哦，那个左腿差点给折了，差点。是。好，来看一看比赛结果。看那个场外3位打分裁判的判决。我感觉何浩洋胜面不大。有可能李某哈一致性判定获胜。哎，是。因为那个林姆哈有有效的那个爆摔，对，好几次，一共是5次。第一局他3次，有效判定。蓝方的选手李姆哈在第二轮5分钟时 ，you submission 什么？
裁判一致判定胜。And the winner by decision is Li Mo Ha。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是北京乐。